点点关注，我又回来了，咱免费鲜花走一波好吗？我们跳的一个舞蹈了。直播通知这里，咱们打个小勾勾，手机用户左上角黄色的小爱心点一下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感谢你们点的小爱心，谢谢你们的小鲜花，谢谢你们的小礼物，双手扣个，双手打个字来证明一下你们的清白，主播28没有，你瞎呀？你是不是瞎？我明明是36D。那点点关注，麦上一号麦二号麦的主播又再关注一下，咱们爱心能不能往1000个走一走？咱们家6636个，能不能点点你们的小心心，给你们的小爱心？不是 F， 最近变小了。真变小了，从 F 掉到 D 了。电脑用户这个地方，咱们关注能不能往400走一走啊？怎么关注都不动呢？我们就有二十万人，20万个兄弟姐妹们，大兄弟，老铁们，能不能把关注走一走？
怎么跳第二个舞蹈了？小声音乐。大家走进九九三，前两集专也有延迟的舞蹈频道，然后休息一下。要点关注的小哥们点点关注，傻媳妇儿，你点了关注没有？你就叫我媳妇儿。你点的可能不是一个主播的关注，你点的那可能是你未来的媳妇儿。或者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，也有可能是你未来的孙媳妇儿，或者有可能是你未来的丈母娘。点点关注吧，我俩优酷这个地方点一下就可以了，只要一下，一次就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嗯啊，一个麦序三个舞蹈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还有最后一支舞的时间，咱们爱心往一千走一走好不好？爱心往一千走一走。九九三的哥哥们一定都是会弹吉他的，对不对？就像你们用弹吉他的手点上了关注，回家就可以轻易的拨动我的心弦了。也可能是丈母娘的娘，丈母娘的娘，那就有点，你怎么着你就看上我孙女了？我这我儿子还没有，不是我女儿还没有，你就看见我孙女了。还有一个舞的时间哦。嗯，喜欢的主播咱们，喜欢的主播哥们一定要自己继续点上关注，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找不到了。
的主播就变成这个失踪人口了，就迷路在这个外卖上了。丈母娘，我媳妇多大了？你媳妇估计还没出来吧，小蝌蚪都还没做好呢，还早呢。好了，最后一个舞蹈，回家住好吗？我们只有三只木头兄弟嘛，咱们把关注转一转哦。这个地方没有打勾勾的，直播通知咱们打个小勾勾。手机用户总要点黄色的小心心点一下，只要点一下就可以了，一次就好，让我用双手来拯救你们。